在地铁遇到了个奇怪女生，不小心和她互换了身份证，为了物归原主去她家找她。走路回家。哎呀，现在女生怎么这么主动吗？第一次去陌生女孩子家，多少有点紧张。喝水吗？我不饿。那个，方便问一下你平常工作的具体内容吗？就是每天面对一些形形色色的人。不知道聊什么，我还是走吧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不在这形形色色的，我走了。哎，那你身份证？哦，对，我着急用身份证找工作，谢谢啊。你要找工作？对呀。那你可以帮我干啊。你这个工作内容吧，我有点接受不了。哎，我带你去看我办公室，走。啊，行吧。哎哎哎，啊？这边。啊，你这公司瞅着挺正经啊。哎呀，王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刚面试完，直接实习了。啊，你在家面试人呢？对呀，在家面试挺应届人的。沈总，这个刘总让你再确认一下。啊，不用确认了，直接两亿资金先打过去。啊，行。还真是平易近人啊。